为伫大山乡的西港国小，伫自豪艺术家王尼的指导之下，学生当伫咧李林顶图书馆举办艺术美展。对偏乡的学生来讲，这是一个会当展现画图还是成果的机会，好比下更加大惊新瓜。校方也希望民众会当前往看展，为这场小小画家加油打气。自豪艺术家王尼校长、老师已经向民代表洪顺天做会欣赏美术作品。这款充满丰富色彩和创意能量的作品，都是大城乡西港国小美术社团学生的作品。虽然学校位置偏远，但是校方又愿邀请艺术家来自豪教学，让囡仔感受美学课程的魅力。那在我们西港国小，在12月31号。一直到1月19号这一段时间，到我们彰化县二林镇图书馆的展览馆，举行我们西港国小第一次，走出社区，进行一次异想新世界的一个学生美展活动哦。那在展览里面，我们每一位小朋友把历年来他们在美术、陶艺，或是各项的艺文创作上面的一个展览品，做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展出。乡民代表洪顺天也特别关注美术用具和学生，鼓励大家好好学习。学生收到礼物也拢感觉真欢喜。刚好因缘际会的关系，认识王丽老师，所以知道偏乡的地方物资比较缺乏，所以赠送了一些美术用品，我希望我自己这样抛砖引玉，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来注视我们偏乡的地方。谢谢这个老师在教我们画画的过程，还有校长教我们这个活画课程的过程，然后还有谢谢你们代表给我们捐赠我们那个蜡笔什么的，谢谢大家。一百个一百个画图作品，呈现西港国小学童武汉的创作力。希望透过这届美术展览，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努力和学习成果。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